二哥，你们睡在这地板上睡了多久来了？睡了几天了？睡了几天了？他从那边挖回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每次来二哥家，都是10点钟左右，然后一到这边开车1个小时山路，到了二哥家就11点钟。11点钟呢，还没站一会儿，就12点钟就要吃饭了。所以每次来二哥家我都吃到饭了啊，可能这就是天意吧，就是缘分吧。我今天呢，我就特意吃完饭我就过来，这样子不用在二哥家吃饭了，多一个人的伙食也比较难做一点，是吧？啊，我也买了点东西去给阿姨他们。哎呀，哇，这两个西瓜太重了，我现在家具都搬回来了，该打扫卫生了。打扫卫生之后就怎么说啊，叫做大功告成了，阿姨，就等儿媳妇进门了啊。灯泡之类的也换掉了啊，也换成新灯泡了。哦，这个也装了是吧？哦，之前阿姨这个房间睡的房间啊也已经清干净了哈。这一个要洗，什么时候去洗一下啊？二哥说我可以给他家洗空调了，房间已经都搞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找个时间明天来洗空调也可以啊。就直接用水洗一下就可以啊？没有，我那个有清洁剂的，我箱子里面有清洁剂的，专门洗空调的啊。麻烦你了。嗯，不要紧，我也洗洗。下次教你啊，那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大哥，好几天没看到我，想我了吧？对吧？哎，耶，好久没有看到大哥了，想了饭都没吃啊？那不行，你必须得吃饭，必须得吃饭，把身体养好了才是棒的，是吧？嗯，二哥家现在就剩花圃了，看一下哪位家人啊，有一点花花草草，多的花花草草可以寄过来，我替二哥家种了。要不然就摘点菜，摘点菜干嘛呢？下次到明年再摘。这么热，摘，是要到明年哈，明年才能摘。哦，现在挂起窗帘来，窗帘是地板上这一个吧？哦，这个是窗帘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哇，这窗帘非常漂亮，吓死人了！不是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你按一下就按个开始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把二哥吓到了。来，拿好。好，抓住了。嗯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放心。来来来，拿箱子来。拿锤子给我。哪有锤子啊？来来，我先打洞，等他慢他来搞。啊，你直接先打进去，把这个东西打进去。等一下，他们两件螺丝一起装的，他就买螺丝去了。啊，你看阿姨也乐得太乐了，你看二哥最累的，整个人全部累的，乐的都是汗。40多度的天，做这东西。来拿接着接，好，可以松手，来拿开了，嗯，等一下过来再说。等刘工回来之后买了螺丝就可以用了。他这里面没有吗？啊，里面还凉快，开了空调吗？哦，这里面开了空调，舒服。哎呦，这里面小，我居然躲在这里面，这里面舒服，少吃一顿饭都成了。啊，这里面舒服，有空调舒服多了。上洗了，这白洗了，那个花布料那里面。啊，还好了，是洗了外围，懂了，里面是干净的。扎阴网啊。就是隔热的嘛。
哦，黑色的。啊，黑色的网是吧？哦、你上面搞了？搞了。哎，那搞了那就好多了。是啊，晚上只开半个小时就凉了。开半个小时就凉了，那没有那个网的话，要开多久房间才有冷呢？最少要开一个半小时。开那么久啊？哇！这发了几百块，一个人一转。是是，要那么多钱？嗯，就弄几个房间的那个位置嘛。嗯。换了这两个房间。嗯。前面跟后面。哦。我建了两层、四层了，还是还了一层都没有。提的多高啊？啊。提的多高？哎，就铺在那水泥地上了。就铺在水泥地上。啊。你不拿这个竹子什么东西的，或者石头这把它弄起来？啊，这还凉快点啊。对，它中间隔开来嘛，隔高一点嘛。嗯。你直接贴在地板上，你这效果不好啊。啊，拿几个木头什么，拿几块石头，给它中间垫一下，垫一下，全部给它垫起来，啊，压在石头下面，不就 OK 吗？反正还有砖头吧，应该。还有。对呀、啊。是，等于就是你是温总那边带回来是吧？是。然后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怎么弄回去了是吧？什么？就是手上这个冲心钻之类的就不好带，是不是？坐高铁。坐高铁怎么带回去？以前我们出门他的全部绞掉了，叫你搞倒退步去，要不然不能上车。那你就把这一个给温总带回去嘛。给温总，谁知道他有点马也来吧？他会回去的，没多久他就会回去。你不可能做个事把这个吃饭的家伙给落这里带不回去了。没有电锯，直接用这个了。你钻个口子出来，这时候拿刀子割可以割掉啊？割不掉。割不掉。这个板好难割。它比较厚是吧？是，都是纸板的就好好割了，木板的吧。只能这样子做。二哥，你们睡在这地板上睡了多久来了？睡了几天了？睡了几天了？从那边搬回来，我睡这边。你没有搬一块木板什么东西在这上面垫着睡啊？没有，直接铺垫子。直接铺垫子睡是吧？铺那个席，草席。哦，直接铺草席。那等一下风湿哦，这样子。没有，这个下面放了油布的。哦。睡得舒适舒服，叫人住新家一样。那个，其实可以去学一下怎么装家具，是吧？你可以去学一下，学一下，看一下温总那边，啊，邝总那边还招不招人？啊，可以去学习一下。他是木工才会装啊。我又不是木工，这种组装家具，只组装家具，这个还可以了，这行业了。把扫把扫一下。还有灰扫掉，不然的话一装进去就是一辈子的事。你这边有血之类的，知道吗？弄干净的话，一装起来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最主要是扫地底下那些，不要让它弄进去的。对，这个里面不要弄它弄进去就好。还有啊。还有没有？好了吧？你那边还可能还要再拉出来一点，这才能推得进去。里面没有进去，里面没有进去，那边。来用点力把它推进去。那好，到底了。到里面那个瓷砖。到底了。到底了。啊。应该是到底的吧，这个整个都是斜的。好像到底了，应该踹不动了。
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，二哥说要弄一个纱网，看一下隔热层。